好，现在是5月19号星期五的傍晚。今天呢，就我们这个小广场啊，特别热闹，是在我们这个城市乔治亚州斯瓦尼市正在搞亚洲文化节。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都有哪些国家，还有都展示了哪些内容。这个右手边呢是小舞台，这就是广场。今天就是天气差了点，有点多云。我们来的比较早，就这会儿还不是人很多。先去小舞台看看文艺演出吧。这是华人舞蹈队跳的蒙古族舞蹈。就开始了，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，活动结束。在我们这个地区，来自亚洲的各个族裔基本上都有表演。大家虽然都是来自不同的国家，也都希望呢借这个机会展示自己国家的文化和传承。表演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，只要你喜欢看，随时都可以到小舞台这里来看。在广场的周围还有很多的卖小食品的小商品的摊位。随着天色渐晚，人也慢慢的多起来了。这个地方是小朋友们喜欢的游乐场。
走着走着，我就看到了这喜庆的大红门，还有这个福字。啊，我来的真是时候啊，他们要舞龙。现在舞龙队是在做最后的演练，一会儿要去小舞台作为整场活动的压轴大戏出场。看这观众都往这边看啊，原来是我们的龙来了。好，等着看舞龙。